就跟我一样。不玩签呐，因为我拿刀是信仰。帮着再玩呗。叫我土匪，叫我恶魔，呼呼，哎，很着急，翻墙控制抵消，哎，很着急，呼呼，爽啊！呼，爽啊！爽！先锋，先锋，先锋！快快快快快！本来我应该避了直接去先锋的，不过抓了一波下，抓死了也行。先锋应该能抢一个，哦，爽！他没闪，他没闪啊！爽！很难受。这就是刀尬的那个打野，看到没有？什么叫鸭子里？谁跟你发育啊？
说实话，能打吗，兄弟？要不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打这个呢？打这个，打这个。OK， 多谢你呢，那人留下。一闪拉开，锁住，锁住，锁住。OK， 锁住。啊？中，哇，爽！别啊！那为啥要浪呢？都说了等五个六，哎，呆子。兄弟，往我这靠！哎呦，完了！好好的局势，兄弟，非要这样搞。别让，别让，奶子。还行，出来了吗？终于要出来了，兄弟，我的核心装备。看我现在出来刷野的速度，兄弟们，看看我刷野的速度，就这野怪啊，我才说会死的很恐怖啊。接他，接不了。哦，极限，极限，极限。现在第一件出什么？现在第一件中路来说就出穿甲，打野的话你可以出亵渎九头蛇，因为他加强，你知道加强九头蛇加强的啥吗？加强的正式伤害，就你打一个大的，剩下那个小的掉的血。他加那个掉的血，
了解吧？就那你中路的话，你本来加强之前就可以推线了呀。核心缺点是因为他没伤害，打要加的是加他的攻击力什么的，这样中路来说好一点。你加他掉的血没有什么意义。对中单来说的话还是一样，陷阱打野的话正正好。打满，我操！破败刀妹，怎么跟你玩啊？破败刀妹，差点被双杀！我操，对吧？打野的话，你每一个野怪是不是都是掉那个血？啊，中路来说的话，中路就一般了。然后每刷一组野，那个增加的正式伤害都可以发挥出来，提高我们刷野速度。孩子眼干嘛？打龙啊！跟下路说了，你非要打这干嘛？这不下路正确的一个选择是应该撤退啊，把撤退都点了，好几个人点。先把这个打野弹抓出来，这样我可以给队友拿个红。哎，红呢？看来是刷刀妹吧？要不要先观望一下？看一下他能不能战斗，他能战斗就帮他杀刀妹，他战斗不了直接倒地，我们就杀辅助。思路要清晰。3000多块，回家都可以买个男刀了。看懂了吧，兄弟们？哎，我都跟你们说了，男刀塔也随便上分。
你看我中路是不是把坐牢？我打野一下子突画风突变，谁坐牢啊？对面在坐牢啊，在我们这边只有爽。但是我还是坚持中单难的，放心，中单是信仰，打野偶尔补位玩一玩就行了，就把我补位了。大招隐身，还想飞我？这个球怎么打到我？新英雄那个球那么远吗？我还是那种进攻型打野，你看他们，他四级，这把梦魇他的核心点是四敌那波两组野怪全被我反了，我在他脸上吃，就他在刷，然后我过去直接抢，抢了个 F 六，抢了个十甲子，这天心态爆炸啊！出来还抢他一个峡谷先锋。能飞啊！哎呦，没事，我走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这新英雄能飞啊！兄弟，这波我属于是迷失在这个无知当中了，我没见过。哎，他这个飞天是真能过墙的，我以为只是一个加速呢。我看他飞起来，我想要直接把他追死。我觉得只有人，不过其他队友也浪死了。哎呀，别浪啊！闲话少说，说着说着，怎么我也浪起来了？还有49秒，这个有人点了个投降，属于是给我们敲响了个警钟了。再浪的话，他要点。上来，我直接撞死你！我刚撞到他没，兄弟们？好像撞到，把他控了一下吧。双飞是吧？一比三上了。哦，好像，有可能，有可能是被机器人勾了。都好啊，机器人，拜拜。好美，感觉可以先抓一个单呢。飞谁了？飞谁了？
你还想切 AD 是吧？大龙，大龙啊！把他们绕后梯给拆了。虚晃，你以为我会过去接你技能啊？你在干嘛？德莱文怎么控制？好像没刮到人吧，德莱文。德莱文为什么甩了个阿，直接打断回去了？他想要让这个大招一段二段瞬间打到那个梦魇，应该是。就因为你刮到人的时候，他还会有一段距离，他才会拉回来。他想要控制在极限距离。悄悄的刷也舒服。卡这个大龙 buff 最后一秒回城，直接回家正好掏出一个夜之空刃。出装这个东西出哪个都行啊，每个装备都有它的作用。你看你那把需要什么？抓我有用？我这波知道他们很多人来抓了，但我就触发一个，偷他一个钱就行。我三秒三级阿的，刚才这一波应该是四个人，你看 AD 辅助都在下野区，对不对？然后梦魇开打起来会开过来，刀妹打起来大招会踢过来。其实眼看他只有一个人，其实他是五个，你没有听错。他是五个兄弟，
哎呀，过去保 AD， 不会飞 AD 了吧？打得跟比赛一样，能不能浪一下对面？叫个土匪，你在干嘛？被我抢了还不服是吧？再追你死！高尬的那个繁衍能力不用多说，什么东西？这个大刀是吵架了吗？我一套瞄不了会，那是因为他会出肉的呀。国服的人他比较喜欢出暴力，韩服他比较喜欢出肉，每一件都有血量，你看看他皮我都肉，哥们他有可能是这一把血量最高的一个人，秒不掉他不是正常吗？这一看就是被刻板印象给束缚住的，就是脆皮英雄他就得脆，他出肉秒不掉他不是很正常？回汤级4400，会3000还多少？3000还是4000啊？会3651，这夸张的数字。哎，还能被抢，这么正好。怎么五个人抓上啊？完了，1000块没了，玩脱了。稍微等一下，我说实话，不要我们这边变成葫芦娃救爷了，直接一个人一个人死。我操！不过我也想不到五个人在上啊。我18级了。哎呦，我们菜刀了吗？没有啊，也没菜刀队啊，怎么一个个都在出副甲？浪
还不走，真的服了。塞拉斯不要搞了呀，说啥不能拖了。猜错要出事了，兄弟们。等人复活，等人复活再拿这个 buff， 这样每个人都有。有人果龙了，现在。直接秒定啊！什么叫伤害？塞拉斯都懵了，不是你兜这个大有啥用啊？哎？啊？太暴力了，我现在。拉出来，拉出来！跟我拼神！救你小子叫斯莫德，救你小子叫杰拉。这梦魇想立功，我操！刀嘎的是你能想的，哇！我心子一震，哎，完了完了，这里不装了，别调频。OK。哦，压力好大。这个远古龙差点被抢了，他一抢直接记。拿下357分。